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才能得禅定。啊，禅定是什么？就是经题上讲的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这禅定。禅定后面那个觉，觉就是开悟，就是般若波罗蜜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是那个觉啊，觉就成佛了。得禅定是菩萨，能忍辱精进，这是声闻缘觉，全教菩萨。啊，布施持戒，这入门呐。这部经讲什么？经题上全写了。修因是清净平等觉，得的果报呢是大乘无量寿庄严。大乘是智慧，无所不知，无量寿是福德，圆满的福德，无量啊！福德里面第一重要的就是寿，长寿。长寿是福报啊！你再有智慧的呢，如果没有寿命就完了，一定要有寿命啊。菩萨修六波罗蜜，得究竟圆满的福报啊，无量寿在其中，庄严就是美好。我们世间人讲称心如意，你没有一样不满足啊。啊，这是富贵到基础在我们这个经题上显示了，这是诸佛如来的智慧德能福报啊！显示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能修清净平等觉，你就能证大乘无量寿庄严，也能证得。啊，所以智慧是对治愚痴的，智慧不开就是因为愚痴，愚痴从哪来？从怀疑来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找这里的最严重的贪嗔痴啊，贪从哪里来的？
从欲望里头来的。欲望里头最严重的情执，很难断的。嗔恚从哪里来的？嗔恚从傲慢来的。从嫉妒傲慢。愚痴从哪里来的？从怀疑来的。这个要知道，贪嗔痴是根本烦恼。六波罗蜜可以断了。